像比较有保障，哎，比较吃的时候就好。如果你会上网的话，我就可以比较好发展上网的话，就可以上效果里面两个一个方面。好，谢谢。好，那刚刚的问题还有没有？他没有什么文化遗产，他有说从我们的长辈好像传来，然后就开始是传达这样，就才让我们知道说，原来山竹花也是自然生长。刚刚那个大姐，那个姐，我问她说是，我问你怎么说的，是自己的品种是吧？那你品种嘛，它就分析一下，比如说。小宝的妈也大家，我们就是比较有爱心的人，大家都会分享嘛，分享一点一点，大家都会有。就像可能其他的部落也是这样子，比如大家小宝的妈，大家都会有。然后你刚刚还特别讲说，那个梗不能砍掉，就剪掉它不干了，也不要理它。明年以后它还会再长。那你这样子，就少一个，那你就是不要什么什么东西那个，就是要重新再。我看每个阿美族的菜园，我几乎都有种哈，哦，十家有大概八家都有，就大家一起种。但是这些人，但是要不然怎么过日子？没那边的，没那边的。好，我再附送一下哈，就关于山苦瓜的部分哈。如果你们遗落掉的话，它山苦瓜哈，它有分大中小的品种哈。家里讲的苦瓜，它是叫我们带涛，然后它的时间大概也是跟瓜类一样的哈，时间种哈，大概三四月，那可能持续会到。八月份哈，我们那个要八月哈，每个礼拜一、九月就慢慢凉了，就不冷。因为天气热，它上次也没安排，在夏天的时候有这样的一个种子哈。好，它那个采的方式有两种，一个是把土给打开，就客人说你也把我好，我就长给你看的，真的啊，你会的。不会也是一样，那个方法是比较乱糟糟的，但是这个就是你要把握住，对的，就是用水，就是用水，你看就是在用拉的哈，它属于糟糟歪，还有糟拉，还有糟糟关节啊，不然就糟拉。好，它那个梗呢还可以哈，还可以留起来晒一晒。如果你跟安奈不。自己的话，你就直接洗干净，直接煮水的话，可以拿来喝。还真的很结实。哦，我上次我收到一个，我都会笑。不错。然后那个可以当时节菜哈，发菜一汤的其中一种哈。啊，这个小茴香，其实它调味料，它最适合是什么？就是我有说，这个芋头。加个皮呀，加几片哈，它的叶子就很好干了，啊，因为苦菜它本身就是苦的，它是淡淡的，所以你要加它哈，它那个甜味跟那个苦的哈，和在一起就很好吃。两种的吃法哈，梗跟叶子都可以，啊，然后那个它长的果实，我们可以拿来当凉拌吃，啊，还有的。很聪明啊，就切片可以加咸蛋，加咸蛋炒，哦，那刚刚那个秀儿老师他说，可以加鱼干可以，它可以在切片的当中，你可以增加小鱼干，好了来煮也是可以的，哦，你要辣你就越辣越好，你就加多一点。好，这个是山苦瓜粉芦菜，我们鲁汉大姐，谢谢她，谢谢。好，有没有一个的？没有啊，种植不要太热。啊，种植对，种植距离大概
手机，第一手机是一二三四 iPhone 六，是这一期，一家人的地方。他是要特别这一年的地方吗？就可能有阳光的地方，像我们这一年的地方吗？好，谢谢他，这就下来，我们再很快的哈，我们就时间的关系。好，接着就是我们的杨金花姐姐，好，一样的，他今天要送给我们谈的是那个麻蛋，好，是吗？麻蛋。锅馍，好三种的，好做法，凉豆，还有人讲绿豆，好这个是国语的名称，好这个也是现在就在还有就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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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明年正常，我们要快生。对呀、啊。
那个项链，就像那个粽子。哦。对呀。别的没啥过来，也有的，那个粽子的，那个，嗯，就是说，就是你，你，你，就是自己，对，然后那个，那个什么。你刚才讲是十一月才有的，是吧？你是今年那个的，今年种的，今年种的又不一样，今年。对呀。那时候是二月份的，刚刚那个很快。对呀，这个是天气的关系吧。是因为新种的，新种的然后这样子比较慢，你说那个，因为那样比较慢，因为这个在这里的这个什么这个什么那个，你们现在好，你就发现一点那个，你发现那个，好吧，我看我那个其他我都收一下，什么好。对，那是个小锅，还是这样的？小米炒饭，是咱们家那里的那个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炒？他在漳州的地方，他就是不种。种啥？就别的不加高嘛，就是就是开始，那生的小块，他的还是会长。嗯，会直播，一播又要播一些呢，嗯，三四号就是嘛，嗯，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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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心情怎么样？今天我只是对我孩子，我们今天不是孩子。我听到里面那个气氛很好。
少人气，更是是马来西亚那个现在马来西亚是在发展的，两个在接触，所以他们上个星期据说是这个老家。对，你要知道他这个，这个从哪里。
以刚讲到国外其实是也没有其他的国家的国籍，所以你们有这个所以我想说像大部分的国籍那是什么国籍的话他们就是有这个国籍，所以在大部分的国籍的这是我们有的是我们大部分的国籍的国籍，所以他们这个国籍的国籍的国籍的国籍对这个植物，你们那个也是，要知道，知道怎么吃，怎么吃法，怎么配料，这样了解一些。哎，你没有来，你那条是你找，你那个种子也很好，一定是要在这个，还在上面的时候。你才有安置的，对，要变成三个出来可以安下哦，那个可以当可以当种子，可以说的，对的，对，因为它当种子，因为在平常，我就是很重要的，因为就是为了等成熟的，然后它还要养它，你是小的时候是用的，那你这一方也是，那是三个意思，那是个意思，差不多的，那不是。所以一定要光在那个上面，对，那是很保暖的。那个什么什么，你要去这个地方，去哪里玩？想在啊，好的，你呢？玩多。然后有没有时候有可以去？对，有时候住个自己去去哪？去采呀，对。或者像这个，哎，对对对，这个动物，里面还是见蜘蛛了，还是见。哎呀，你知道哈，这甜豆子很香。哎，那你外头跟那个，来阿姐教你。你这个有没有用？比如说对我们身体有什么好处？刚刚大姐讲的对那个五大姐的好处有吗？哎，这个八大姐那对我们身体。原来谁还愿意
你也不要回家，可以不要找。反正你要帮你了，还有他帮你了，什么资料不同的。对吧？这图你啊，是不是在我里面？Thank you.